执行干啥的？哦，执行哦，执行去财运开了。啊，你财运干么什么代志？我 inside police。嘿嘿，你来坐，你来坐。哎，讲到这执行哦，迄婚礼的代志哦，干那伊甲应开两个哦，唔知影安怎咧舞，拢无要我插手。哎，即马到底是准备好阿未？听阿兄讲话口气，讲讲伊阁唔知影应开变心的代志。哎，你咪少讲话者。阿兄，应开甲执行的代志，你真正唔知啊？我是知影后礼拜要结婚啦，阿妈知影祝福人是我，啊，过来我都拢唔知啊。我看子欣也无咧烦恼啊啦，无要无紧啊呢。哎，这是伊婚礼呢，这是袂用个轻彩办办的呢，一定要办到足闹热的啊。你放心啦，因的婚礼哦，一定会办到足闹热。我是咧烦恼讲哦，少年人无定想法无共款啦，啊，你子欣你就知影。俺公司拄多才出问题呢，伊可能会想讲要替我省淡薄仔钱，啊婚礼吼，都安尼寒寒酸酸啦，清清菜菜板板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啦，什么代志吼，子欣一定会找你讲，啊，所以你嘛一定都要跟伊讲，婚礼这是一生上个重要的代志啊，一定要办到热闹热烈啊，袂用清菜板板的，开搁较侪钱，我得做爸爸的负责嘛，你叫伊免烦恼啦。子欣爱啥物拢无讲，甘愿委屈吞北来。唔对，伊一定是为着阿兄身体设想，惊失去着伊，才唔敢讲。那即马是伊个咧安怎？伊个不爱讲话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我是在想，你的身体会好得安怎？没哪有可能会安怎？迄子欣吼。一天照三顿，甲我订条条，叫我一定要食药啊！那有可能会安怎？子欣安尼是对的，身体要赶紧恢复健康哦，一定要按时食药啊！嘿嘿嘿，对啦对啦，哎，是讲坐遮久啊，我来倒一杯茶给你啉。好。无迄个权利决定，伊是毋是要接受啊？用过看这个办事真明显啊，伊应该是接受啊。啊，若无嘛袂叫你，家己那给掉。我叫你卖再对待我好吗？我叫你卖再伤害我好吗？我只下都无得心想，我只下很轻松，你干嘛叫你？你卖再伤害我好吗？我叫你，我叫你好吗？是的，我应该有悲伤，我应该有悲伤，拢是我不好。是我了，我袂讲。你不愿意就准多耍，我袂坚持一定要来做。应该感情是，参照之前所讲的安尼，我等于靠皮工啊，伊拢无食，拢无回来，敢讲？你真正伫想骗我，小姑妈，请你放心啦，我应该倩倩讲话，我介就是朋友的关系，我绝对袂因为倩倩影响着我甲子欣的感情。子欣，我要做爸爸，我做爸爸。啊好啊，真正死老狗。生到这个狗生囡仔，脚手这紧，真是！贝贝，咱要相信爸爸对不？咱要相信爸爸，要甲咱放生对不？
情安静又稳定，马力十足。这台车驶起稳定个舒适，是我的 dream car， 想要甲我变业主。你是我的 dream lover， 当然我是一台上高级的 dream car。你那么聪明，而且够做啥子？所以人家开伊个车嘛，才两平嘞。是讲，你借你那几台车，我今日讲以后，我是不是会后悔，跟你开钱买些钱给当个保险箱？姐姐，多谢你。你讲说得啥？因为要坐你家爷爷去送你，我都从满意。而且最希望以后恁两个做伙每一天，咱会当像像今仔日这么快乐。这一遍跟伊讲个清楚，安尼你可唔免两边应付，你只会当给一寡时间给我。自信我要甲你分手，八二，讲完唔免五秒钟，起码我给你五分钟，你同我讲六十遍。我刚才是没怎样想法。
惊，我哪有可能不惊？假使今日是我一个人犯规，我袂要紧。但我无想要拖累你，我无想要拖累囡仔，我无想要拖累所有爱我、疼我的人。我受尽苦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分开，家己来退掉。你来重新找你的人生，就算我所有人讨厌我、玩我，我都不要紧。至少不是说大家为了救我，比较以后无好日子通过。最爱的人，我真的不是在你那边。周英台，你在对我跟别人演戏，我跟你生气。我对你都无任何秘密，你敢知影？你想要只卖当徛伫遮，免犯规，免当无代志，那是因为你无找亲姑，希望去找倩倩我来。我跟他发生关系，我已偷到他的亲骨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跟亲姑就开始欺骗你。我知道你为了我打嘴，这家我为了经济，我做袂我家己，所有会当争取的咱拢争取啊，也不过命运先来对待咱。我爱你。他为了对方，恁俩拢不爱听。还不告诉咱弟弟什么？弟弟哥，咱最后得到的是一张可能根本无法度包回今麦的救赎。
天的暗时，那是多好。我跟蒋大东谈判以后，我都已经决定我要选择现前。我一定是要找机会跟你讲，要不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。只不过我希望你能听好清楚，我已经选择欠钱，来应该说英凯老魂家英鬼啊，这番子对我一定跟我所有良心梦碎掉啊，我也希望可以跟我对你的感情全部都碎掉。我给他感谢这对我，我看不见我三个感觉